开了。开呀、啊！2点播。有了，我还在等你的直播开始。啊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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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飞！你的头怎么换？刚吃的橘子变这样啊？啊，那你的那个月球的？哎、欸，你，我那我直接分享画面给你看就好了。都行。哇！有看到一个人在吃大闸蟹，不大闸蟹，帝王蟹。好了。啊，你的月球变在附近飞呢？下午的聊天室嘞。哇，这个螃蟹也太大了，那是抱枕吧？这个是石头啦，不是月球啦。哦，我的阿斯。啊，那你的，所以啊，那你的月球那个头，月球脑袋是，它就是盖过去了啊。啊，所以你现在是草帽鲁夫，对不对？对。咦，哎呦，这看起来很厉害哦。拥有金币月之后，身上紧张状态。热色，热色，这游戏的近战强。有些武器就是近战伤害。武缺安安，他预告不是有个拔刀斩，看起来很那个是那个是角色，有只角色他是拿刀的，应该啦，我还没到啊，现在才刚玩，那可以欺负一个刚玩。我来练一下。你说 DLC 我就买。哎、欸，所以你买了吗？靠腰、啊，我找不到地方买啊。他那个 Game Four 的那个 DLC 只有什么点黄金包还是什么典藏包的那种啊？那个又不看不到里面是什么，就没有买。然后他那个单独解锁枪的好像很贵。那时候没有买组合包、哦。我 boss 嘞，对 ，boss 啦。本人，哇，清了，起床了，换游戏了。啊，僵尸，哈哈，三回，全世界在等你。哦，才刚开台而已，开台啦，我还没准备好。哦，我还没准备好。你还没准备好？欸、可是他数位豪华版没有那个没有武器呢，所以他是他 KMFO 里面那个武器好像是游戏里面另外买的，那个一把刀是10美，超贵，一把10美，就是9.99啊。啥回？那应该是美金吧？我看一下。我来跨嘛，十美的话真的是有点贵，有点吗？贵，然后还是他是跟你讲说，你现实台币对吧？现实刀就是这么贵，这样子讲。以现实来说，那有点便宜的。哦，真的吗？一把枪10美，你说贵不贵？枪哦，你不是说刀哦？啊，昨天那把那个什么，那可不是冰霜冰刀吗？他前面是散弹枪，嗯，然后旁边是刀，主要是二合一的。哦，原来猴子是从石头蹦出来的，真的，很合理呢。野猴讲的都是装真的。希尔蒂说的都是真的、哦。那昨天那个真的是大佬哎，大哎，钱大大。太夸张了，真的太夸张了，秀喊嘛啦！一万安，等音乐对不对？啊，一万赞，一万赞啊！在我的台，刚出现。我还没开，等我一下。嗯，我们刚刚在呼喊音乐。
我刚醒，在等你的下午吃吐司。那、啊、怎么是这一关？靠腰，哭啊！哦 ，Kevin Four 真的很难开耶。他开好久啊。对，那我们开始一试。我先开台。有声音了，有声音了。先开台。但是我先打一下鬼王。好。啊。打都打。哎、欸，哦，蝙蝠呀，你打呀，亏呀，亏呀，二选一是不是？啊、好多钱啊，什么好多钱？我在看繁星的、那個，繁星在玩什么？我看看，霓虹深渊，然后刚刚有拿到一个这个。矿工稿，因为这个都有隐藏房间，他自动把我挖好了，然后小地图看得到隐藏的地图。哦吼，那个就是，这其实很容易，它就是随机组合性太高了，你很容易组合到一些很好笑的东西。这是打 一场打关卡这样吗？对啊。然后他就是死掉一样有天赋可以。一二五分，我的沙地板开起来了！哇，这局是不是有点强？我觉得有一点哎、欸，可惜这不是最后。你已经成为神了，好不好？做翅膀在天上飞了。我是天使哦，对，天使有开台，刚刚也在看天使的台。天使台？对啊，那个声音好听的天使。欸、是，现在 Killing Floor 特价。二代特价才227，然后你买那个武器的那个包，就是只有冰霜尖牙这把要288，太贵了啦！很多不是都这样子吗？就是卖那个啊，卖叫印表机，印表机对啊，嗯、是卖印表的，印表机是卖墨水的，卖墨水，嗯，很夸张哎，你看，好酷，很飞的，安安，大家安安。嗯、看我吃花生啦、啊！我今天又是花生台啊！我花生哦，你要吃花生哦？对，假偷刀，假偷刀啦！嗯，你在开台，那我是不是也要开一下？刚刚不是叫你开台？不是你刚刚不想开啊？我刚刚一直叫你开台，哥来开台啊！我可以看你的画面啊！啊，结果不是啊，你刚刚在。你把我当塑胶，我也没在玩，我要开个毛啊！你把我当塑胶，开啊！对啊，大家都开啊！陶伯伯说的，你当我塑胶，当你傻瓜，二蛋，杀，杀。看看大家在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团团在睡吗？团团的房间门是开的，灯亮着，应该醒了。看看大家。怎么记得我那天开 Kevin Four 音乐有这么大声？现在超大声。嗯哼哼，嗯，哦，好多小鬼啊！这个游戏之后后面会跟很多小跟班，那每个小跟班有他独特的能力，然后那些小跟班要从蛋孵化，蛋也有可能是空包蛋，要看这么爽。他其实很脆弱 ，BOSS。哎、欸，反正你被打到是扣一颗还是扣半颗？半颗。然后那个什么第说什么第五关之后是扣一颗星，哦，难度提升。灭掉了。我去拿个水啊！水啊！水啊！
睡呀、啊，下午好，晚安啦。你看阿旺那边有女人的声音、啊，阿旺，对，没错，阿旺他突然改变了，嗯，阿旺变了。阿旺，你怎么变了？他是阿旺吗？大家安安，我的人物腿是有点美啊！叫你玩女角，你不要玩，天！嗯，阿旺那边是木克。那等一下回来，他拿起耳机就说：“阿旺，你那有女人的声音。”阿旺有女人的声音。阿旺，你怎么变呢？我变了，变怎样？变正常了。好。不是啊，艾露在睡觉。嗯。他昨天晚上应该被。各式各样的打呼声吵到也很合奏，对，四个人都在打呼，打呼打起来，我这很不妙啊！有爱心，有爱心，哇，钱有点多，蛮爱心。等一下，我们队伍组好了，观众要进来可以进来啊。嗯，你不要等我，还没死。不是，他还有两个 boss， 帮我，我直接透过去啊。机械之神，你来看繁星丸。哦，你的炮怎么变成这样？刚刚是长这样吗？刚刚不是啊。哦，子弹比他还多哎。但比 boss 还凶、啊，对啊 ，boss 才喷，才是几根啊？我刚怎么无敌？有啊，你好像有一个被，啊，你在空中的时候好像无敌不是吗？真的假的？我飞起来就好了，但我出不去了。脑袋啊，出不去了，那我飞起来就好了，我干嘛站起来？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月球脑袋。他说滞空，我知道啊。对碰触伤害免疫，碰触哎、欸，对那个光速炮应该没有，没办法挡子弹，是实体的子弹那种应该是可以。因为其实你我刚刚从头到尾在空中飞啊，我也没下来过、啊，我下不来啊，我想下来，一直飞其实有困扰。哎、欸，可是很棒啊，飞天看来这很愉悦呢。是啦。哎呦，彩虹剑啊！没有，那个就是打开开关。你说有特曼同捆包吗？特曼？对，那位大大在吗？哦、你说《Killing Floor》的 DLC 哦？对啊，它里面没有武器啊。转有啊，有一把双手剑啊，就是感觉。都一秒受伤时间，你好像很强呢、欸。为什么你会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？那哭啊！哭啊！没了。音乐包，双牙外观。对耶，是这双含双之牙武器套组。它就是它那个套组。武器的外观而已耶，哦，你说那个武器同捆包吗？对啊，我打开看，它是有武器加五个外观的、啊，武器应该是有吧？应该是有，但是它只是加它的外观，这样加一加要288。对啊，超贵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，贵到不行，比游戏本体还贵啊！比游戏还刺激，游戏都没那么贵。我本来想说他会不会有那种
就是全部武器啊，不含外观的那种包，没有。那其他武器是也要个别买的啊？对啊，就是独立的每一包这样子。我的天哪、啊！我也天哪、啊，不小心打到了。枪对。你们要不要先开一局啊？这样我就进不去了，对不对？还是可以进得来吧？就如果没有满的话，哦，嗯。那个观众留个位置给我。我想大家应该还没那么早来啦。云月还是吃花生不是？我可以边打边吃啊，没差。对啊，他不是酱油。增加一个水晶草莓，消耗数个水晶。哦，啊，我没有按照开始直播拍谁？哎呀，你要跟谁聊天呢、啊哎？怎么都没人，是不是已经？不是因为有人按的安安呢？我想说，我来看一下我的直播页面。哎呀，我没有按开始直播、啊。火魔，就是大量的火，就是觉得观众都没有在讲话，就觉得嗯，怪，奶安平时没这么少啊。平常大家好像说讲一两句话啊，对啊，年纪很少了，补给，资源，有点想玩别的职业，可是狂战士已经十二等了、欸，想要练到十五等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想练到一个坎再说。可是近战就觉得打到后面就好无力哦，那大家就射一射射一射，然后不没经验，对啊，拿钉枪啊，把它升满了。嗯，哎、欸，他后面还有一把另外一把枪啊，也是狂战士可以用的，只是不知道好不好用啊。哪一把？忘记名。天哪、啊，射太爽了啦！不过是狂战士用的。有吗？狂暴不是可是会有点腻啊，因为毕竟每次玩同一个职业的话，对啊，而且这游戏是要练等级练上去的，你不玩同一个职业又练不上去，一直玩同一个职业又会腻，真的很烦。对啊，录音总不给面子啊，我一开肯定就要走了。你在干嘛？好摸。他说：“面子是什么？我要走了，拜。好棒”好吧。哎，刚这切到开，哇，啥火呀？你那个枪很闹、欸。神射手静止状态下攻击，伤害增加25%。好、啊，他站着不动跟人家打就对了。剑，等一下，定点站桩。嗯，要站桩。站桩打怪还是站桩被怪打？嗯，就是站桩的打怪，是站桩的当木人桩？究竟是哪一种呢？不然就玩那个啊，战地一军，然后拿那个棒槌。恒星不是当医生的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我们需要这么多医生吗？三个医生好像也没有问题啊。这样速度会不会太低？这就不知道。结束了，恭喜。然后再就是死掉之后重来，再继续拖。那没错，这就是一款这样的游戏。然后打破这个，那现在就从头到尾，从一二三再打。失去精神，就剩下50%。
参加血量25趴增值，队友可以治疗。哎呦，哎呦，他必须有正在进行游戏 Killing Floor 2。阿吉，阿吉，阿吉，阿吉。哎，练个生存者好像也蛮，每个都可以用。生存者，他不是抽奖角色，大杂烩啊！对呀、啊，强化队。嘿呀、啊，阿吉，我来偷家了。阿吉，我们还没开始，还没开始。对，刚刚在等我。哦，我刚在另外一款游戏刚结束。嗯，谁知道串流按下去，然后开始玩，音乐两分钟后就出现。对。就我先把我角色砍到15等，我再换。砍好了，就去当狂战士。对啊，虽然到后面他有点打不到怪。不会啦，冲上去就好。冲上去，我昨天就是这样啊，冲上去，然后就看到后面的 bi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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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ang， 然后前面就没怪了。没有，我就好，我去其他地方。他自己一直在修门呐、啊，我就看他修满修到死掉哎、欸。他的游戏开要开好久。对啊，让我想到之前 ATM 一样。等一下我们队伍组好，观众可以加哈。嗯，欸，后来去看其他那个以前玩的嘛，嗯，但是整个怪的 skin 都变欸，就整个重做吧，对吧、啊？你说二代还是跟一代？没有，一代，因为现在圣诞节，所以所有的怪到圣诞节结束后，我们可能会全部认不出来，然后一样叫他胡桃钳，胡桃，改不掉是不是一样的动作，然后叫不知道他是什么，然后看他的动作，哦，这个东西，嗯，然后蜘蛛是你呀、啊，我那时候看到蜘蛛，啊，蜘蛛原型长这样，好像这个游戏算蛮有诚意的，对啊 ，Orange 一个活动，然后弄这么多，整个角色什么全部都重做，哎。对啊，怪物全部都是新，看起来是像新的怪物。可以互定吗？那你要先订阅我啊。互定，订够低吗？那我跟你讲说，可是不行哎、欸，那你再把我订阅取消掉。我们很快，不用改标题名字吗？等一下咩，不要急咩。哦，那个券可以用是不是？嗯。哇，他是不是像 CS 拉地板 GO 啊？嗯，他卖枪还卖他外观，一个外观要卖20美，超贵！哇哇！然后他的枪的外观是金枪，好会赚哦！哎，你们点库存那个合成，库存哪里有合成？嗯，合成武器饰品，那个优待券可以用掉。我只有优待券哎、欸。那就是那个优待券啊！我可是我刚刚他说要5张，然后我有5张，可是我用了他只有消耗3张哎、欸。他说坎普斯的优待票，对啊，我没有优待票，我都是零哎、欸。嘿，这个吗？这是优待票吗？对啊，没有啊，零啊。嗯？不知道，他不是说现在玩就会有吗？啊，那个啊，要打那个。极乐世界的吧？哦，你是说你说有我坎普斯的优待券这个吗？他5张才能够换一个。对啊，换好了。然后我们等下就打极乐世界就会给。我拿到个金宝。好啊，极乐啊。哦，机器人不能带哦，谢谢哦。谢谢哦。谢谢哦。
哎呦，大家都进来了，耶、yeah! ！可以准备出花了，才 B 85等。哎、欸，职业可以先点天赋是不是？哦，可以啊，你可以先选啊。哦，设定。可以先选一下，你们先选一下，我等下再按开始。哦，我好了，我打你们也可以补血的，好了。哦、嗯。加伤害到了。好。好。就开始新游戏。哎、欸，每周活动模式有新的了吗？我们来玩看别的好了。好玩、啊。看一下啊、喔。说砰砰砰，可是他不是职业等级要15以上才。哦，真的哎，职业等级建议15加吧。哦哦哦，那还是。没关系啊，如果可以开就开啊。我先看看。压力过大的张比耶，可能会爆啊，死掉会爆炸是不是？紧张要吃屎了，完了，你们要吃屎了。我什么时候开的？两点啊？开的神不知鬼不觉。对啊。走 ，Go， 走起，叔叔妹，叔叔妹。有妹吗？哎、欸，他自己天使在开台哦、喔。哎、啊，对啊，在开台啊。天使啦，天使，声音很好听的那个天使。V， 日本的那个 V。哦，我不知道他是谁。哦哦哦哦，就杰瑞贴那个啊，大家都是我的老公那个、啊。哦，他声音也很好听哦、喔。是啊。嗯。没事，晚点贴给你。有唱歌的吗？欸，他好像是新的哦。对，现在讲叔叔妹应该是鬼灭吧？什么鬼灭？巨人吗？叔叔妹没有叔叔。欸，鬼灭是那是他的歌。歌啊。对啊，啊巨人的话也有啊。因为我比较会看 B 的都是唱歌的嘛，听音乐的，对啊。因为如果说像莎莎，如果什么在台开台什么的，我就觉得也还好，对不对？要歌回是那种好听的声音。分享的内容，这是阿旺买 DLC， 我们就分享到啊。我没有买 DLC，、啊、是这个意思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我每次进来都有个分享内容。对啊，可是我没有买。哦、oh.。哇，有一只僵尸砸在阿基的头上哎、欸！为什么僵尸死掉会爆炸啊？就爆啊！刚刚说嘣嘣嘣是这个啊， oh, 所以我刚刚不是说近战加赛吗、欸？很痛哎、欸，云月！哎呦我呀！救命啊！云月过来，阿旺过来！站着完全不能近战。哦，好痛哎、欸！真的不行，我要换职业了，好痛啊！等一下，不然就是等一下要换那个啊！我上奥斯汀，拥抱痛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要再炸了！我要死掉！该撤一下，这样打来跑，他们会互相打到自己、欸。这僵尸也走太快了吧？让他们聚一起，然后一起打，他们就互相把自己炸死，可以吗？可以哦。我刚看看他有炸到队友啊！队友是指我是不是？不好说，不好说。你会帮不了？哦，会，好像会、欸。哎呀，哎、欸，我是爆头，他们不会马上爆炸、啊。完了，我没小枪了，完了。完了，假赛了！你要拿生命去锤了。我只是四小枪了。哦、oh. oh. ，治疗自己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哦、oh. 哦、oh, ，我看你爆炸喽。哦，oh. 太开心了。爆点太销魂了。啊啊！你去跟阿靖拿子弹啊？你忘了吗？啊，对，阿靖。哦、oh.。把他的脚拆掉，我们就有子弹了。把他的脚拆掉，我的发，
阿基，把指甲一根一根拔掉。欸、只能拿两个弹夹的量，哇！可以了，三十发了，有就好了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不玩了，我换武器了。我天、啊，我买金枪了，救命啊！好像买不起耶、欸。你买不起是不是？金枪要750，是不是？对，零枪七百，我只有600、欸，完了，我要再撑一局，完蛋了，我把铲子卖掉还差30块。好啊，小枪小枪 build 起来啊！完了，太嗨了吧！哦，只几发？买看其他枪，九十发小枪子弹。完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好嗨啊、喔！这个模式好嗨啊，好嗨啊，很棒，好嗨哟，嗨哟、喔欸！我要爬上去这个好，这道你问爬，你可以爬上来啦。啊，不行，要晒啦。哎、欸、所以受伤对不对？收集品啊，好爽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好躲在大家后面、啊，要蹭一下哦。啊，我去找收集品好了啦。Nice。僵尸在哪里？僵尸在底下。这边有子弹呢、欸。好多鬼，我好怕哦。哦，谢谢哦，我浪费了一个弹药包、啊、才补一颗子弹。你太会了吧！不会，他会突破上限啊。哦，捡到一把。啊不，你们不要靠我这么近，走开！炸弹蜘蛛。保持安全距离，安全距离，安全距离，社交距离嘞，社交距离，你们干什么？啊，社交距离呢？啊，社交距离啊！我死了，啊，我也死了，我去见上帝了。哎呀，社交距离，啊、你要死了。完了，这叫群聚感染。要射下我！死了！哎哎，我的队友嘞！是你了，是你了！喂，要死啊！射小狙！哎、欸，等一下啦！怎么办呢？哎、欸，不是，你刚不是嫌钱少？啾啾啾！拿巧克力吃，加油！哎、欸，不是，完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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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蛋了！我究竟会不会把自己炸？哦哦哦！这是什么？这谁的枪？我游戏掉了，从此再重开一下。加油加油！哎、欸，撑蛮久的哎、欸，我回来了。不是，我剩30滴，你是不是讲太快了？你要撑住啊！全都是你的嘞、欸。回一下对啊，钱跟经验都是你的嘞，你看哈基多想要啊！他的钱袋被你抢走了。跳跟这样子，我角色还在吗？等一下这一波如果顺利过完的话，会回来。嗯、如果哈基断线是不是？我捡到哈基的枪啊！哎、欸，我看到水晶球了。等一下，我没有空啊，在那个发电机上面。我看到了。后面，你后面的发电机，有没有？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这上面。哦，看到。那还有，楼下一个石墙上面也有。我们负责帮忙看东西。有没有？石墙，右边，右边。再下，再下去一层，再下去一层那边。等一下，我等不及了。有没有左边直接、哦？我看到。对，射他，很漂亮。啊不，有了。你回来了吗？对，回来了。恭喜。等下一局吧。然后下这一轮打完。
我们相信你可以。嗯，相信阿旺。我是白皙的枪欸，捡屁呀、啊！我等下通通拿去卖掉。我怎么会是死在这？哦，你刚刚有绕路，我想我没来过这啊。买屁呀、啊，还我啊！欸、还有一个，我看那个宝，那个收集品呢？在哪里？往前，不是往后，往后，往后，草地上面，草地上面，左转。哦，看到看到，有没有看到？右边右边，有个雕像，雕像脚下。有了有了有了，有一百五，还缺五个收集品。这里上地模式都在那飞。哦，你是可以飞的哦。对啊，你看滑鼠中键。哦。啊，有一个在那个吊在上面的这个头上。那个人头，人头，人头，你回头，回头，回头。直走，直走，有没有那个吊尸体头上白白的？有哎、欸。你这样射得到？哦哦。你这把枪那么秒哎、欸。你要不要玩医疗兵啦？好。哦哦没看，哎呦呦呦呦呦！彪，有了有了，差三个，差三个，加油！哎、欸，你是故意留一只，那这样找是不是？对啊，不然你好聪明哦，聪明哎，而且还是那个会，那个胖胖，他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死，找不到哎、欸，房子可以进去吗？目前这样，飞来飞去看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桌上有一个。哎、欸，回头进去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防止你。桌上。进去，进去，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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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。那房子里面，左边，左边。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，回头，回头，回头。啊，胖胖来了、哦，他走到这里。哦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我看到是另一个，去往前，往前，对对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右转，哎、欸，左转。哦，看到了。哦，有。这一区是不是就有全部啦？好屌，剩一个哎、欸！这只有你有吗？后面后面后面，桶子上。我、哦、看到了，碎哦，五百哦。不收集完会怎样？哎、欸，没打到。啊，不是很准。嗯，有了，恭喜你找到了。然后会怎么样吗？他干嘛？我不知道，找不到你。耶、yeah, ，我活了！耶、yeah! ，有多少钱？400块。我2000块。哎、欸，我前那个上一局差了10块钱。来来来，繁星的枪是不是？哭啊！他记得枪也在我手上。哦、oh. ，是繁星的。耶、yeah. ，你已经拥有这武器。我拥有这武器了。他记得枪。哎、我拿什么去？医院的铲子也在我这兒，你可以拿给我，我可以 拿去卖100块。耶、yeah ！等一下捡不起来，还是我要先卖一把，卖掉一把？应该是要卖掉一把。看你身上重量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可以了。欸、可是我还是买不起钉枪啊！啊，再卖一把。先买钉枪。有了，我钉枪了，我钉枪了。啊，忘了补小枪的子弹。好，算了，谢谢。谢谢你。我小枪一发都没有。完了。等死喽。钉枪钉死你啦！那不要用散弹的好了，好很亏。哎、欸，这个没头的这边跑。等下，我觉得我要先看一下我怎么切换散弹，看一下按键，等我一下。啊！你不要过来，不要，走开，过来让我咬一口。哦，这隐形的就是近距离般敢蹦呢。他对隐形的打第一下之后，他会停下来。哎，怎么从后面偷袭？完了，他们会连爆吗？我怎么感觉没有呀？会吧，会有。好，我的问题，我的问题。走开，走开、哎欸！不要跑了，你住手，姜饼人。
枪别人会跑，真的很烦耶、欸。不知道，等一下啦，都没头了，就不要再跑了，好吧？哎呦，很痛！我剩小枪，你已经剩小枪了，因为我刚刚钉枪，我在找怎么切换成单发，还没找到，然后怪就一直来。他进你后面超多只哦！我知道啊，我都，哎呦，回耶！哎、欸，这头都已经烂成这样子，你还要往前冲？啊！啊！我是垃圾，要死去了！平耶，我丢！啊靠！你被他弹走！我的天哪、啊！被叫死啦！尖叫声，我的恶魔！哎呦呀！哎呀！对，我这个时候可以看一下按键部分。嗯。哦，这路口的硬啊！剩一只，剩一只，没了。哎呦，合起来了！我想说，我还在看那个。哦按键设定。Blood and death is part of the job. Learn from your teammates' mistakes, please. 用先。阿王，你有多少？知道。啊？可以跟你借个200块啊？才一块。我金枪是不是掉地上了？我没捡到。我也没捡到。呼，我的金枪。它很贵。这一把我看到了，150，对了，我的小枪只有一发子弹，搞死我！太穷了吧？我总共三把，四把枪，没有三把没子弹，没钱补啊，没钱补。有了有了，我从哈基斯拿了两个弹夹，我靠，对耶，解锁弹夹，哎呦！哎、欸，新的哎、欸！哦，屋顶地上有枪，赶快捡！我不敢，不想下去是不是？我不敢。最终时刻，我、哦、靠！怎么了？你有听到尖叫声吗？好像有。对，那是我的笑声，他攻击我的身体。哦，确诊，确诊了。乱轰底下。哦哦哦哦哦哦！哦，单发好多了，丁枪单发好多了，子弹可以多用一点了。你要死了，确诊了，你确诊了，大哥，我确诊了，我要补了。我自己打疫苗了，补一下。哦，好爆，好爆，好爆！哎呦，快！太近了，啊，太近了！社交距离。社交距离呢？反击你后面，你后面！哦，啊、我下去了。哦，社交距离。屋顶不再安全了，我觉得屋顶不再安全了。对，要撤退了，撤退了，撤退了，换地，换阵地了。嘣嘣嘣！啊啊啊！哈基帮你量一下体温呢、啊。好好好好好。啊，你温度怎么插在我屁股里面？啊，刚温气啊。哦。呼。救命！我走了，哦、拜拜。我自己打疫苗，鹿头啊！拿鹿头！啊啊！哈气哈气！你太远了，我补不到你的。
鹿头啊啊啊！鹿头黏着我，没办法啊！我被关墙角了，完蛋了！蛋了，完蛋了，完了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绕出来，月幻你要进墙角喽！哦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没在墙角，没在墙角。啊，那个鹿头呢？鹿头在我旁边啊！哎，捕不到你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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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？完了完了，鹿头来找我，你走开！哦，他跑了。哦，好家在有点那个击杀回血。哭啊，跑啊，走开啊！不是炸到我哦，有隐形的，我在那边。走开走开，太近了太近了。烫烫烫，好烫！云岩后面，云岩快跑，先跑，先跑，先跑！我跑！五只，五只，五只！这是什么钉不死啊？好了好了，我开枪在哪里？哎，开枪！机器人还会咳嗽。啊、哦！有了！我的枪都全掉了，看能不能找到自己死掉的地方去捡回来。那、这回到这个地方啊？哎、欸，对耶！啊，刚刚、没有，我没有捡到，没捡到，没关系，浪费钱而已，没事。嗯，真的没事，真的没事，真的哈、哦？真的吗？听起来不像没事，真的没事。哇，我自动补满了1300，这些东西也太贵了吧！哎、欸，这次是长树出来，他会去的关卡不一样，这边补的东西就不一样。真的哎、欸。哦，没事。哎。然后物理治疗了，对，赶快先换这个。两个体温，122只哦，各位。哎呦！哇靠，这只小象也是散弹啊！嗯，散弹很多。支援者的枪全都是散弹啊！我以为这只小枪就不是说。哎呦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要靠近，社交距离。帮你补了。Yes. 社交距离呢？赶去订阅。跑啊！两只隐形的哭啊！哎呦！有了！我靠！哎呦！进去太近太近。社交距离。我会死！胡刀拳！我 Q！ 阿旺，你后面，鹿头！会不到你，我会到了。我反击你后面很多。我怕，哎呦呀！追我的人，我追你哦。哎呦呀！干什么干什么？假装跌倒、啊，站起来！哎呀，假摔！还假摔啊！火箭！哦，火箭死了！哎、欸，隐形的！社交距离，越你后面，我后面啊！他怎么在我后面？鹿头疯了！白熊在救你，鹿头疯了，你快跑！鹿头他疯了吧，鹿头！白熊不用救了，我自己来。白熊，哎，医疗类的枪好像可以滚轮远距离治疗。滚轮？滚轮切换远距离治疗。在瞄准的时候点滚轮。你是说这样吗？
哦，我整不到，等一下啦。原来是枕头的问题。你是说要按下去？瞄准滚轮吗？滚轮要压下去。好。用滚轮开枪这样子吗？不知道，好像是。你试试看。任何武器吗？嗯。你射个屁啊，超机器人！哦。那个阿旺，不要动，让我试试看。如果我满血，打我。哦，痛，太痛了吧！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我的电枪呢？我怎么捡到啊？没有。至于我的给你，我没关系，我找我的电枪。哎、欸、有，在我身上。嗯、等一下，是这一把。在身上。哎、欸，我来了。我怎么丢？Enter 上面那个。嗯，没有。这个吧。哦、对，是他，谢谢。这，我想说，有一把枪叫鹿弹，那一把叫做双持鹿弹。想说我买一把双持，跟买一把单持的，两把都是小枪。买单持下去，然后第二把按那个双持的时候，它变合成上去了。哦，原来他是帮你说啊，你这是等于再买一把的意思。对，哭啊！可是我觉得他双子会变得很灵敏哦，双子变主手武器，新的区域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大家会不会爆啊？四个，来了！我们现在再留一只的时候再来收集吧。可以。哦，主要是哦，医疗枪除了榴弹枪之外都可以远程补啦。我要离开这里。哎呦，这也太多了吧！社交距离呢？完蛋了，我要去了！还要？我被叫死了！被叫死了！对，社交距离！哎呦，哇！难怪我想说那时候怎么那位大佬拼命在，他明明就是什么突袭还是什么的。就可以拼命在比，好强！哦，火箭在我背后，我死了！哇！哎呦，我刚刚被卡住了，跑不掉。阿基这个枪看起来很有趣，好像很有趣。对，我也是觉得蛮有趣的。可是我觉得，按一下 Q， 阿基按 Q。屁呀！哇，完蛋了，繁星，都不进去啊！不行啊！我看到敌人了，两个，啊，繁星的血，哇！哇，会想按 Ctrl 跳啊！哇！我拿钱，这你的哦。哎呦！我奔跑的胡桃钳，还有68只敌人追上来了，胡桃钳呐！哦，这个爆破对近战太不利了，他一直爆啊！我走，QQ 啊！好，我们还是玩一般模式好了啦。一般好了。那蹦蹦蹦真的是太可怕了，太妖血啊！爆了144颗头。我是不是要改模式的话，要重新创队伍啊？好的哟。好，离开队伍。离开队伍。回到桌面。好，回到桌面。
治疗手榴弹可以造成毒性伤害。不要，我想要补队友，刚刚那样子。手榴弹也可以补血吗？反正你的治疗的手榴弹有啊，因为地上有蓝蓝的烟，那个就是补血的烟。哦，所以我刚刚其实很拼命的往你们身上砸。有特卖武器同捆包。对啊，那很贵哦，一把武器而已哦。没有啊，它是12把，200块。哎、哦，十二把哦，你是另外一个吧？哪边看到的？鬼影、啊、什么 MKI 那个不是吗？特卖物品同捆包啊，它是可以切换吧？有可以切，可以切。特卖那个20把的，有一个12把的。冰霜尖牙武器同捆包，你们上次讲这个吗？哇，这个是同捆包是？破冰这武器饰品。他说这个是为狂战士设计的，天哪！28武器，碎冰者皮肤。啊，刚刚那个不是地雷，那是书，那是我那个这次任务。对啊。哦。所以我们还是要打那个极乐世界。嗯，就打两个。可以，我们再来。再来，等一下，我应该是加你。这样子拿完四本书，他就可以有那些钱的意思吗？嗯。进来了。再考虑要不要买同捆包的枪了？哪一个啊？你想买哪一个、啊？他不是有一把可以增加很多把枪的吗？武器同捆包吗？那个是外观冰霜的，然后12把的，那个应该12把每把都不一样吧？大佬，大佬佬，144块。如果144块每把都不一样的话，12把我觉得还行。就它只是外观吗？不会哭哦。我换另一个人好了。你说职业吗？不是，是角色。哦，角色哦。然后换角色。要比较明显一点，因为我们不是有人也是机器人吗？你们三个都机器人，我是金色的机器人，我都不知道拆谁的脚骨头来补子弹。好像只有6把新的哦，6把新的一个，他但是加一些外观给你。哦，所以他是牧师，他换牧师哦。对，我换牧师。那我换那个。那这一把呢？这是1234567890，这是10把武器，然后再加改外观吗？舒服，圣诞火鸡吗？哎、欸，不对，他记得你说的那个12的，他好像是6把武器，然后加每把武器各2个外观，但是有些武器我记得我好像有装过呢。诶、欸，所以他是。外观每把各2种的意思吗？嗯，不知道。买了，算了，不买了。他这个写的太不清不楚了。对，巧克力的一句话，买了就知道，玩了就知道。无尽，他有无尽模式哎、欸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想挑战是不是。一直打的话，这样子我们打这个关卡，他会不会一直换，一直换，一直可以拿到东西啊？哎呦！哎呦！上看了哦！来呦！来呀！开始后观众多没有？早一点说！不是哦。要看清楚、啊。我没有换到外观。等下可以换吧。走。啊，有些只有外观而已哦，啊、要买清楚。做好。啊，如果用滚轮的话难射。嗯，那我侧剑又是近战攻击，好烦哦。嗯，无尽量的内容。哎，我一个人了。哎呦，这是观众吗？我23等，哇哦。嗨嗨，
Are you fans? Are you? 23等欸，蛮高的欸。四本书，对啊，差两，玫瑰都没有找到。为什么是我的？为什么是我的？说不定是你的、啊。他没反应欸，看来不是他，没反应要踢出去了、哦。我有个踢出玩家哦。哦，大佬在外面不能打，好吧，没关系。这踢怎么样死？踢喽！踢喽！踢喽！没反应啊。没反应，玩家就多一个人吧，走吧。好，嗯。我想买他的那个服装哦。哪一个啊？睡衣耶，超粉红睡衣耶。你说商店里面的吗？对啊。哎呦哎，同款四。你再来逛一下。超贵耶。499。波速一至无限，敲敲敲，铲飞，终于可以拿铲子敲人了。打球啊！你当球啊！你们当球啊！你是球，给我打！慢动作，我追不到怪了。好爽。敲！啊，起飞，起飞，起飞！好爽，每个都把它三飞。呦！来飞高高，飞高高，飞高高！还有吗？上面还有吗？两，这里好像没有了。好，两只，最后一只，才400块，好穷。好少啊，500块，591，穷啊，575，好像不能买什么哎、欸，买不起，好吧，继续敲，对，敲，嗯，干他，你看我的头，火鸡哦，对啊。无尽很刺激，每五波有一只王，哇哦！哦，是五波一只王，哇靠！哦，哇哦！还以为不会有王哎、欸！哇哦！我们是能不能撑到后面呢？不好说。啊，多肉多肉多肉，能打多少就算多少。多肉多肉多肉。欸、其实他肉做的蛮能 Q 的呢，能 Q 僵尸啊！有、哦、快要、哦！哎、欸，我看到那个了，收集品，收集品，水晶球，有了，还有7个。这个水晶球其实不明显，因为地形亮亮的。对啊。哎呦哎呦！水晶球，安安，刚来的安安，安安安安，你好，哎呦，放后面，飞高高了，哎呦，有两只雪人哦，哎呀，54321。哎呦！来来来，飞高高了，雪人！一个等一下，一个等一下，一个等一下，一个等一下。找东西，找东西，找东西。那观众可能不知道啊，欸、不知道是观众还是谁。留这一只有点不妙啊！我找到一个了，我找到一个了。阿布，把他打死了。No！ 我结束前打到一个。No one dying is the status quo。
又把他踢掉了。推荐可以买榴弹步枪2000那个，他的榴弹、哦，我知道，上周是买那个了，这个都不对，800块可以，治疗锤要1200，现在还买不起，好，等一下，跳过，跳过，哎、欸，他找到收集品，这里有收集品，哦，所以这收集品。到处都会有咯哦，我看到了收集品。嗯，我觉得这里也有。你说水晶球吗？对，有啊，很多哎、欸。啊，原来这场面。我上一关就在这边打了2-3个。我没有在这边找到过哎。因为那天小一直说啊，脆掉脆掉。啊，有印象吗？啊。去飞高高啦你们。欸、可是这个地形是不是很少有那种守护的啊？守护区域？哦，对，好像没有。这个手到底可以干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嘿嘿，哈哈哈哈，笑嘞，笑，笑。笑，他在照我前面嘻嘻哈哈哈哈哈哈，还笑笑，谁打我？你有机枪是不是？谁啊？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打球啦，你当球啊！哦，感谢繁星的治疗。哎呦！啊啦！七只，我操！怎么样？哦，补血。你在说啊？臭机器人！感谢你花钱来告诉我这件事情。什么？跟我说建议买什么武器？哦。感谢臭机器人有人花钱跟你讲，真好。是大佬啊，是大佬。嘉贺，什么嘉贺？假贺西龟，假贺假贺在诅咒我们。夜卧星的锤子，我治疗锤了，哈哈。来、哎、一起治疗啊！锤200才能治疗，我剩8块，给你8块。好啊，把贝壳，贝壳，贝壳，跳过。你要不要打球？你当球？那、啊、你也当球？你当球？你好黑哦！不是活动地图，是正式地图。这是真的哦，这原本就有的哦。啊，酷啊，读的哎、欸，读的有收集品可以找吗？那边有东西亮亮的，打弹那个不是弹药吗？哦，你是在那边哦，来来，你下去，我补你。哎呦，好多，捡到一把左轮，日麦，走开啦！啊，有，我看到了，有，他收集品有继续往上计算吗？有，就是剩下2个。哎呀，你们是没有被人打过是不是你？是，对，打死你们。下来，都绿绿的，看不清楚。啊，你以为隐形我就看不到吗？对，我看不到。哈哈，在我后面偷打、啊。14了，狂战14了。一个职业是不是练到25等就全部技能都学会了、啊？应该是吧，就练到25可以换下一只这样。对，可是很腻耶，一只练到25的话，是这样讲没错啦。嗯，还行，我记得。哦，看到那个人，我留一只，
我留一只啊！他把他把他打死。哦，我溜他，我溜他，我溜他。他自己打球，你当球。我是不是应该把那个人踢掉了？对。他在射，他还在射。他踢出游戏。耶、yeah. ！我点他踢出游戏了。拜拜。拜拜。拜。拜。你怎么可以这样一直杀杀啊？艾莉。杀杀艾莉。哎、欸，下一波是 boss 波啊！他爱你哦。我们应该把 boss 打完再提他的。哦，来不及了，我冲动了。双枪左轮呢、欸？很难秒啊。哦。五颗子弹，真是奇怪。打七颗。打七颗。这个双枪左轮换子弹好忙啊、哦！两支枪都要换吗？对。他紧张在那，一开始你就扣血了。有毒水。哦。二十五等之后升级，神王等级会贵。王要来了吗？头目。啊、哦！完了，哭啊！这会拉人吗？好像不会，但是他会一直放毒，很烦，超烦。哦，我看到了，他有头的护、那個，他有头的护盾跟那个，哦，各个部位的护盾是不是？对。哭哦！哦，完蛋了。有人要打他那个，他那个吐出来的那个东西。有宝宝吗？哦哦哦！不然踩到会中毒是不是？对。谁啦？谁这时候敲我？白痴哦、喔！原始定敲我啦！我被吸过去，他会吸人呢、欸。这只是会吸人的吧？对，他是会吸人的。不要啦！不要啦！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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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毒水啦，排水啦！去哪里啦？你要去哪里？他怎么了？他会飞，他飞起来了！他气球哎、欸！你怎么会飞？不知道，反正然后他的就屁股好像有点烟这样子，然后就对飞起来了。啊！音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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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物理治疗。好好好，物理治疗物理治疗。他倒了，他倒了！敲他敲他，敌人敌人敲他敲他敲他！敲他敲他赢了！哎，我的医生直接升级了两等。That's how you get this Billy rocking。对对对。这是 boss 好穷啊！干谁敲我？我去骂骂他。骂骂。这好玩吗？看好吧。他敲你，问你好不好玩，是不是？嗯，被这么大根的胖子敲一点都不好玩。不错，也是喜欢。那打棒棒吗？你要不要认真看一下这个棒子前面有什么？有些人或许可能觉得，对，不错。哇，这么重口。有些人，你看、啊、这边有水晶。对耶。啊！掉下来了，掉下来了！敲敲！打球，打球！你们是球！还有呀，你们怎么在这种下雨的地方？喜欢喜欢，顺便冲澡吧。诗情画意啊！僵尸澡，僵尸澡哇！僵尸澡。我刚刚觉得那个水很臭、欸，湿水。哇，这个味道很重口哦。哎呦！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机器人是有不一样啊，有那个紫色的机器人。有有有，它两种不一样。它的攻击方式不太一样啊。对对对。
哇，繁星，我还愧羞了，我还愧羞了。物理治疗，物理治疗，先。哈啥？还跑啊！你这个礼物箱。哎、欸，如果这样，我们一直在无尽站在打的话，嗯，那、啊、等场地会不会越来 越精彩啊？会啊、欸，有可能哦。会吧？啊，好痛哦！云月，云月，云月，物理治疗、哦，怪、欸、有点多，怪的有点多。留一只，留一只，留一只。啊啊！啊啊！哎呀，来不及了。完了哪一个？只要拿对武器就可以治疗吧？是啊，我是第四个装备，就是一个医疗注入器。哦，可以啊。哦，可以啊。是啊，你直接对点队友点左键就可以了，但是要靠近啊。哦，嗯。啊，你要确诊就是补自己啊。我们才会说啊，确诊确诊确诊这样子。啊、这个一、啊、百度就这个啊。哦哦，你一百度。要记得留最后一只哦。这场地感觉有东西。好，我看到不一样的礼物箱哎、欸，死掉会丢的毒烟在地上哎、欸。开始有特殊的那个，特殊的对，毒烟的好像是那个，就是他有被鹿头吐到过。那只我刚刚看他刚跳下来的，所以他现在开始会用 BOSS 强化过的小怪出现了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那个乌拉千，嗯，东西是在同样的点，哦，固定的，对，乌拉千，不是我们收集品是不是买？对我打了没加数字了，啊，那就不用打了，你原来快修，你来这个烟，好，我来了，先要找那个书吧，或者玫瑰，我们没找到玫瑰。胡桃钱钱好多哦，胡桃钱，钱很多呢。为什么他隐形的显现出来，然后走超远，搞什么？还装啊？还有五只、四只、四只，我留这一只好了，我留我这一只。好。啊啊！其实也不用留了，我们留了没有那个了。书啊，书，啊、看一下官有吗？宿舍刚那个才有吧？刚那个才有。都打死，那就打喽！好戏，好戏！哎，抢怪啊！哎、欸，我在那里承受了这么多伤害，结果你过来把他打掉，我很难过。帮你补嘛！哦，大佬说会耶，会限制你的走位空间。哦，东西越多了，真的极乐，极乐世界，极乐，极乐，极乐。这死亡者，我要换一个碎骨者盾牌比较安心。自杀难度，他这是可以嘲讽吗？打我啊！哦，可以一波可以变一次职业。对啊，哦，啊，跳过，过，嗯，过来，僵尸过来，大头炮，哈，大头泡泡，哎、欸，很可爱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，哪里啊，头很大、啊，头也太大了吧，你。这样子、欸、那个、欸、好可爱哦、喔！
那个胡桃钳，对，那个胡桃钳，头子好大，是不是这样比较好打头啊？真的，好容易打头。等一下，那个礼物箱子，他的头，请问是脑袋吗？哎呦！哎呦！这胡桃钳就支援，胡桃钳需要支援。嗯啊，云月，云月知道毒水里面了。我刚刚一直在退后，胡桃钳需要支援。啊，超爆两头，头太大了吧？哦，鹿头，雪诺不要，雪诺你冷静。我敲，其实蛮可爱的。我怎么觉得他的头变大之后，头的血量有变厚？应该有，哎呦，有，因为我闪电枪一枪一下的变一枪两下，要两枪才打死啊。两枪对，哦，哎，你这个没头机器人跟我开玩笑吗？头被打掉了嘛，都没了，然后给我在那边，那啊，剩一只，剩胖胖，他其实蛮可爱的。欸、要看他吗？要看他玩吗？耶、yeah. 欸！我好像可以挡他那个，到底是干嘛？会不会四本书放的位置啊？有可能哦，所以。看起来说开启什么东西，看起来是蛮像书放的位置啦。反正要洗治疗。没有其他书啊，帮你治疗。那我帮你治疗。治疗。哎、欸，那我们互擦吧。哈哈哈。单牙。招牌系统坏了没有？那个有冷却时间，你那边一直狂赌。什么冷却时间？没有的，牛排赌博系统。哦。我终于会被赌到。他吐是吐范围的。哇，四经验太棒了。是哦。哦、所以那个正是书放的位置哎、欸，是啊，对，把书放上去哦。啊，哦，那一定，但就是书放的位置，所以是一场就拿到四个啊、哦。一个道具看起来像是，对啊，应该就是那种。没看到，打死他吧。好，打。耶、yeah. ！书在沙漠，这是每刚刚那个地图啊，就是我们的沙漠的地图、啊。哦，然后这个大头泡泡他说是这一周的特殊活动。哦，大头泡泡，很有趣，真的。沙漠那关可以拿起，嗯，如果出沙漠那关，你都要先等一下了。嗯嗯，我只是剩阿旺在那边右手的，哎、欸，阿基。农场可以拿花哦，好，如果出农场的话，哇，那这关是，哎、欸，这关，BOSS 是不是？小睡者魔王，可是怪很多哎、欸，这水晶球哎、欸。你看，该不会全都是这个吧？不是啊，有其他的、啊。没有啊。还是有一些小比较强的小 boss。我连环盾击。为什么烧起来了？哪一只？胡桃钳。胡桃钳，我旁边还有会烧人的雪人。哎、欸，有不一样的胡桃钳。哎、欸，对，没戴帽子的。啊、哦，难怪我那只这么好打。好好。对，这关有门，金燕子。有人去修门了，
你不要修，要修到死哦。哎，两只葡萄茄子，我的妈！你先来我们这边吧。我们等一下可以留一只比较弱的，然后让他自己修门，然后拆门，修门，拆门，修门，拆门。哎，没关系啊。其实打怪金子是比较快的。你们要锤我，我快死了。在哪里？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！治疗，物理治疗，物理治疗。哎呦哎呦，哦，我太多胡桃钳在我旁边了吧？不不不不不，丢了。哎，有鹿头。哎呀！哦，两只胡桃钳一起死。哎呦！八只，七，四三，那一只，那一只有点硬。这只可以打掉，这打掉，这打掉。打打打。这一只什么东西？啊，蟑螂，不得啦。差不多了。猪。啊，他这里要修门吗？你们找东西，我修门。好。他还在吹着繁星。奇怪，有什么？哎呦。我自捅。你把他移到门那边，让他去敲门。这里吗？好的。他有一些水晶球，打掉好像会给钱呢、欸。啊打掉给钱，对，水晶球虽然没有在增加收集物，但是打掉它有钱的符号。他们上面有，太远，找不到。所以要进去，然后把门关起来。我进焊开始焊的时候，但我的那个焊的那个没有哎，枪要等。你可以先拆掉让我进去吗？好。你可以进来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怎么抓我了？哎呀，歼灭是玩什么？歼灭是爆炸？歼灭？好像不太行，我被你们卡住。哎呀，歼灭是嘣嘣嘣的角色。有办法挖偷进去？之后再玩看看。他会转移目标，所以没办法这样玩。哎呦呀！被吸啊！哇，我的护盾就被咬到全没了。他会绕路了。他有点聪明啊。打我啦！然后繁星再救我就好了。好像没什么可以找的了。这个区好像就只有水晶球而已，嗯，就没了。哇、哦，攻速好快、哦！他很痛哎、欸，他咬你很快、欸。嗨，他跑去找哈基了。他好像是去找哈基。他怎么站在他后面？他完全不理我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你踩到他，他晕了哎、欸！哇塞，他是踩晕他。哎、欸，可以耶！对，可以踩晕他。什么鬼啊？我有这种设计啊！他被控场，他被控场，他被控场啊！他被控场，他被控场啊！欺负怪物啊！哎，控！他晕了，他晕了，他晕了！好智障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哎、欸、哎，彩色的伤害啊，彩色伤害、啊！哇，被羞辱到死！被踩死了！哈哈哈哈哈！极乐特殊，收集书跟画哦，所以我们要去找到农场跟沙漠这两个地形。哎、欸，这边地上有一把枪哎、欸，有没有要捡去卖？捡啦、啊！走怪，我超重了。小跑，欺负怪物，嗯，很合理呀、啊。哈哈。这我捡不起来，谁要来捡？哪里？我这里，我脚下。好远啊！我来了，我来了。
你看起来需要物理治疗一下。耶、欸，这什么？啊，这两个。散弹枪是不是啊？没有，那把好像是那种单发的那种狙击枪吧。温彻斯特。温彻。我对啊，温彻斯。啊！我还没买到我的钉枪。我没有买钉枪了。哦哦哦哦哦哦！这是我画面卡住，只有脚是不是？我那天也有这样做，看到脚。长老是逃跑，反而被他锁定。他会隐形逃走。我看到了，白痴啊！火箭。啊，他是抓的那个吗？哎、欸，他隐形了。他好像也会抓人。哦哦哦，好痛好痛！他是不是要瞄准人了、啊？哦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我打打打打打打打，哇、哦，他血是剩下这样子的，哈哈哈哈哈！打打打打打打打，哇，那个好像真的很痛哎、欸！啊，所以到面前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去了，哇、哦，我要死去，哇塞，好像好爽哦！哎呀，加油加油，你们可以的！人呢？他人呢？他跑了，他会隐形瞬移走，对。哦，来了，声音来了，过分了、哦，我要补血了。哦，对啊，欸、补太多了吧？刚一瞬间补上来的。靠，一半子弹都在他身上了。啊反击你的血！哇、哦！哇！哇！反击被撞死了！反击被撞死了！我的枪！他跑！我看到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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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不要让他补血！不要让他补血！墙后面呢？哎呀！哎呀！还喝水！他补到了啦！他自己插针欸，对啊，我没有枪，这怎么阻止他？哎呀，武器在哪里？我武器喷去哪了？顺便找一下我的武器好了。这里吗？是啊。人呢？在哪里？哎呦，好火了！啊，完了完了，我要爆了，我要爆了，我要爆了，我剩三十滴，二十。啊！哇去！哇，这招强！啊！补血的真的是过分，我会补三次哦。哦，完了，但我要很省耶。嗯，坏坏。四个耶！我们还是玩一般模式好了。我有疗伤，帮人家疗伤，嗯，六点生命值，五针多，六点是离开吗？没事，你不用创新的吧？好，开，回到主页，耶、yeah ，中间可以用，中间可以丢一两，有，我刚切就想要丢，啊、靠。我觉得我发现我不能切画面离开游戏，我要重开游戏，我画面卡住了。好，好，应该是全萤幕的问题吧？就是我现在萤幕那个画面是卡住的。它可以吃？没有，就是我开工作管理员还是没有办法用。哦，就那种重开机，各位乖，马上回来，等你。等你，听来吃东西的声音，吃没有？没有，你迟疑了，结巴嘞！Cyberpunk 的服饰 ，What the fuck？ 嗯，啊、那个是死亡搁浅出那个吗？嗯 ，Cyberpunk 图死，可是他被下架了。